晚上好，看我添置的一个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我的发型完全已经是塌了，本来它是这样的。塌了就不好看了。晚上好，谢谢土拔鼠想做废物送的一个玫瑰花。好喜欢今天的公演，结束的很早。如果像平时的双人生蛋，现在才到中心吧，这个点吃了呀，在口袋发了哟，说我吃了沙拉。谢谢 Lam 送的一个福袋。谢谢，拜托了，和我去冒险吧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。啊，我刚刚念的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。土拨鼠，晚上好。明天夏天来了是晚场哈、啊。我就在想今天为什么怎么跳舞不痛呢，结果刚刚录完抖音我才想起来我吃了止痛药，吃了止痛药还痛的话就出问题。谢谢刮大风啾啾送的一个福袋，念对了，难得有我念对的，好熟悉，就是公演穿的那个 T 恤啊，本来专门买了一件跟他搭的。哦，拔和波这个样子，主要是土拨鼠就是念土拨鼠，我倒是没看到这个字有什么区别。谢谢小七送的福袋，对，我专门买了一件衣服跟他搭，结果就是一个条纹的衬衫，米色，然后专门是冲着他在这里有他那种小花朵，然后几个就是扣别上去的一些小玩具吧，结果不知道是我把它丢了还是店家没发货，总之没有，要临时换的这件。这件衣服也就穿没穿几次，大家居然会眼熟，说明大家看我看的挺多的。谢谢黄金之风林淼淼送的福袋和绿豆糕，谢谢小七送的8个圆棒，今天公演好看，那就多夸夸呗。三克斯，谢谢斯坦送的袋，穿一样的衣服倒是很常见了，这些衣服。谢谢阿紫紫送的吃粽子，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八班杨可露穿了一件我也有的衣服，那个瞬间我也有点怀疑我到底人在宿舍还是在剧场。蓝色条纹，晚上好。对，有个小花花的蓝色条纹。对，
谢谢十一酱送的吃粽子。拆盘公园教程，我其实是有在庆幸自己没去，就是如果让我去这样的去拆盘的话，我会很尴尬，很尴尬，被迫营业。谢谢历史老送的一个福袋，你之前没看这个特效啊？送了就看得到咯。卡琳娜五条悟，我刷到了，咱们 B 站出了个视频，笑的。不过那个人真的好高哦，就 CP 28，是28吧？那个五条悟好高，外国友人。谢谢椰子鸡送的20个元宝，才180吗？我以为他等五条悟等身升高呢，因为真的很高，可能就是对比出来很高吧。原来180就已经这么高了。行吉拉奶不重要，我没。全中国只有我没去 CP28。今天本来是想穿有粉丝送的有个贼大的中国 China 在上面的衣服，结果一穿发现小，有点太贴身了，我喜欢穿宽松一点的。你之后再想想怎么搭吧，穿个外套。副队以后很难再看到苏拉甲唱唱跳跳。现在没副队的时候，你有经常看苏拉甲唱唱跳跳吗？对，我喜欢穿宽松的。居然之家。民音的动物朋友王国，那是什么？民音我倒是知道，后面是什么？分开来我都能看懂，但是怎么合起来我就看不懂了。如果说复对了，你们就不看我的话，那只能说是损失了，是你们损失了，不是我损失了。失去一些也能得到一些。188，哦，那差不多啦，约等于1905，4舍5入就是190。宽的衣服好，是明天就能收，就能拿到了是吧？好呀，看 cut 也行呀，能看就不错了，我满足了。我就怕没有人看哦。昨天签收，好吧，我没看，因为之前不是说明天才到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晚上好。我今天我的咖啡机磨豆机终于到了，但是我今天已经喝了2杯了，我不能再喝了，所以明天再尝试。明天比较晚才出发，就可以自己弄了喝，让我试试。今天补以前公演的时候忘记你在这里。嗯，跳完打开口袋发现一条消失都没的时候，真的是有一点点之绝望了，但是还好其实大家有看，只是
没说话而已。三杯，好吧，你是咖啡人。我觉得我现在最多就两杯，三杯我就不敢喝了。谢谢小闷送的30个1元棒。剧场门口看，剧场门口有屏幕可以看吗？好的，谢谢啊。50-60遍我不信，除非你，算了，别除非了。沙烘焙度，都可以。说实话，我嘴巴尝不出来。能来送车，我也挺开心的耶，因为我以为，因为我以为，就是云公园，就是你们也进不了那个，进不了那个商场，就是一支队伍去对着空荡荡的地方跳舞，跳完了之后又空荡荡的回去。所以还是挺开心的，能看到大家。明天问问 staff， 明天我直接去看快递柜上，快递柜，礼物柜上。对，要夸就当面夸嘛，你们跟你们悄悄咪咪夸我又不知道，苦和焦香一点。那我作为新手，我先浅烘度吧。浅和中，对啊，粉丝在肯定会安心一点啊。那不然就是连一个人都没来看，一个看你的人都没有的话，那当这个偶像当的也太失败了。虽然我经常觉得自己当偶像当的很失败，但不是说有没有人看这回事，各种失败。性格这方面吧，进不了场也会去，好吧。就是说明明去进不了，结果大家还来，还是挺开心的。72小时限制，现在去哪里都这样吗？成员也是要做的，做核酸的。手机没在身边，那你就一个电脑。对，今天公演结束的很早，所以想开了直播躺着了。可是如果看不到大家对我的反馈的话，我就不知道自己好。偶像和粉丝不就是互相奔赴吗？隔离14天，要隔离的话就别了，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吧。天天夸，每天起床第，哎，那首歌怎么唱来的？起床第一件事，哎呦，算唱呗。成鬼。什么白色管子？哪里有白色管子？哦，每天起床第一句，先给自己打个气。后面哪？什么呀？哪有管子啊？好耶！
经常夸，经常夸。哦，这个吗？这是一次性被子，因为之前有成员看到我搞那个咖啡机的水箱，然后就投出星星眼，我说就是等我那个磨豆机到了，让你们尝尝。然后加上自己也想，就假如说有什么事，就是需要急着走，但是又不方便携带咖啡，我就自己泡在杯子里面带走。这比较方便，不然的话带着一整个杯子的话有点烧皮。就比如说声乐课的时候，一般都是先坐着听他们唱，那我也不想带杯子，我就带个一次性杯子挺好的。烧皮就是丢人的意思，但是和吃的那个烧皮不是一个烧皮。应该叫骚屁，然后吃的那个苕皮是骚屁，一个是二声，一个是四声，二声的是吃的，四声的是丢人。反正你们就知道是丢人的意思就好。吃了吃了吃了烧，不是吃了沙拉，差点说成吃了苕皮。我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我现在好好。开始喜欢吃沙拉。好的，你说的对。我喜欢吃沙拉，喜欢吃嗦啦。OK， 下一次换衣服。新礼物特效，真的啊，没见过哎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有点饿，那就快去吃。哇，这就是新礼物吗？谢谢，吃一口饺子送的吃粽子，又吃饺子又吃粽子，谢谢。不是我变坏了，是你们变傻了，傻傻的进了我的圈套。打扮不到天使的圈套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想到我豪哥，那个我那一场是在七月底吧，好像，就无语了，感觉好久啊，真是拉完票一身轻松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今天我们 staff 姐姐还在说，放心吧，下个月就可以恢复剧场，那个叫什么，就可以恢复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控台姐姐她说，只是她说的哦，我可没说啊。然后金鸡姐姐补了一句，七月底也是下个月，月底也是下个月，不确定啊，不确定，他就是个打个嘴炮，只是说希望吧，希望下个月就能恢复。香蕉助演的剧情设计，
其实很简单，其实是在他在小鱼想的基础剧情基础上做了一点修改，一点修改。两个姐姐了，我刚刚说什么？反正是第一句是金鸡姐姐说的，第二句是空台姐姐说的，第三句还是金鸡姐姐说的。对啊，是有剧情啊。我们不是还说话了吗？看不出来吗？还是说根本没看啊？他那个剧情就是本来想的是让他戴那个运动会那个头盔，因为我想的是贴近生活一点，什么贴近生活，就是结合现实一点。结果他那个头盔就是姐姐给他拍了照，说是上面有个什么贴的胶物，就是没撕，然后他就说要不算了吧，他说他有个自己的贝雷帽，他到底戴没后面戴没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把它改了。就本来我想的是这样，然后但是我让他做的，他硬是没做。就是他前面他的分词，我说他一边唱的时候一边用那个口红假装那种很弱智的小学生，然后说我流血了，我要死了，但是其实他是用那个口红涂的，他说我要，然后就会有那很弱智的小学生嘛，然后大家揭穿他，他又会说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真的流血了，就是想到这个了，然后结果他走到了当着我的面滑的，你让我笑吗？就是本来是想的让他画好了再给我，结果他当着我的面画，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就翻个白眼，当然没翻，然后就擦擦擦擦擦，然后给大家展示其实就是画的，然后结果然后戳就是戳脑袋，然后就跳嘛，结果我们分词太久了根本撑不完，然后中间间奏他想的那个词是小鱼想的那个词，然后完了之后最后是我想的，因为在跟他排之前我就买了那个飞纸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我本来以为是搓一搓它会自己飞出来的那种，结果飞不出来，然后我问店家给我发个视频，就是他拿扇子在扇，我是想如果我扇子扇也太丑了吧，然后鼓风机估计也没有吧，我就只好就是放在伞里面，就啪一下打开，就是没那么好看，但还是有效果的。大家理解不一样，你们是什么理解？你是怎么理解的？哎，不错了，幸好是提前买了个那个纸，我都想着估计会用上。果然是用上，我这个叫以防万一的决策，真的是。涂口红，谁涂口红涂这儿啊？反正还不错，我今天发现我收着力跳舞那个力度刚刚好，特别是香蕉这首歌，就是我感觉我都没用力，但是结果看出来刚刚好。柜台失色，但是不会涂这儿啊，他是会涂这儿呀。好吧，我不在外面买口红，我直接在淘宝买。我一般涂，就算失色，我也直接涂嘴巴呀。
不然的话，你手你是白色的，你嘴巴是有点粉色的呀。我得睡嘛，我得睡。色号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就是那样，嗯。找到水了。买国货不会有假。看看我们完美日记吧。我们都给拿上来了。好家伙，刘果，你能帮我拿下我的水吗？哪里？在那个桌上，那个粉色盖子的。哦，好，爱你。凶啊，现场。对吧？对对对。哎呀。根本不敢去专柜买，太贵了。国货很好。那我在房间啊，因为我昨天被、那个、今天穿的鞋也是一个国货。今天决定早点睡觉，所以我现在已经上床了。我有两双这个牌子的鞋。为什么呢？ Why？ 每次穿出去都有人夸。我吹着风扇的，我吹着风扇的。你说什么牌子安利啊？口红吗？哦，鞋呀、啊，叫多嘴驴。啊，哦，啊。国货化妆品店，广州有那种，哦、叫 Color，、嗯、什么我忘记了，但是就会有一个就是什么国货都有，对对对，但是我忘记叫什么了。可以去看看贴。哇哦！调色盘吗？就。郑家。我刚刚看还以为是郑楠和曾爱家的什么名字呢？用了4秒钟来理解。我没有吃食堂，我今天整天都没有。好多小偶像去，但郑家好好远啊。我好像去过，就是剧场附近的嘛，体育中心是不是？嗯，果然。去过一次。郑家，我第一想的是郑楠和曾爱家，第二想的是，现在想了一下，应该是振兴鸡排。我以为是鸡排。然后才想到是什么商场。肯德基什么重？增加去郑家，增加化妆品。又搁这儿。但现在疫情期间，大家还是少逛逛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堂食。我昨天晚上发现。中心附近有一家那个潮汕火锅，好像是吧，就是那个对潮汕牛肉火锅，好像说是潮汕牛肉火锅很好吃，让我好想尝尝。想吃吊龙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吊龙才是牛的背的那个肉。所以我好想赶紧恢复堂食哦，可能人均80-90吧，这个样子。对，他那个菜单有各种部位叫什么名字，我看大众点评有评论拍了，谢谢叮叮当叮叮当送的一个福袋，开黑了。谢谢拜托拉和我去冒险吧送的一个秋天奶茶，谢谢夜游鱼送的一个绿豆糕。对，我恢复糖食还可以和雪山一匹狼去吃串串。沙茶 ？No， 我不喜欢。该蘸蒜泥加蚝油，加香菜，加葱花。但其实我已经忘记沙茶什么味了。
今天吃到了，今天中午吃到了。啊，我说的是什么，反正一个日料店的，然后有一个叫南，好像是叫南瓜蛋挞，就我去搜它好像叫什么南瓜蛋挞，但是根本跟蛋挞没什么关系。然后我在吃之前我以为是玉子烧，我吃整了一整半个往嘴里面塞，结果咬一口，这个甜味，这个甜味是我平时的不敢吃的甜，我一尝到我就发现，哦，这是蛋糕，但是我已经在嘴巴里融化，我不好意思吐出来，我只好含泪咽下。对啊，一吐出来，哇，不是，你整个黄色，你知道南瓜是黄色版的。真的好甜，齁甜。我还蛮喜欢，就是到了剧场就吃饭，吃了，然后剩下两个小时就开始化妆，整东整西，就刚刚好。但是每次他都是12点过后，他那个饭才到。然后你要边在化妆的途中吃饭，然后完了之后，如果那个餐他吃到了1点多才到，你那个吃的你2点钟就要跳舞，根本就没消化，我觉得真的很讨厌。我就想吃了赶紧自己干自己的，挺好的。我之前跟姐姐说了能不能就是早点点。根本不行啊。我不知道。可能也有成员想晚点吃吧，但其实我觉得比较少。今天罗涵月吼了半天，姐姐什么时候到饭呢？然后已经是饿到出去觅食，结果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吃的。他和闹闹，他们两个出去买东西，结果都要回来了，被一个电话叫去给他们代购，结果回来的时候就好晚了才吃。不吃饱公演，不是啊，是要我反正是要吃，但是得让我消化一下，不然的话在里面跳来跳去。拿了2趟外卖，可能不是公司点的，可能是他们自己点的奶茶啥的。不吃饱上公演，嗯，看体质吧。也有人不吃东西也能上公演，也就是小鱼。真的好佩服，我无法做到。这是童话故事啊，童话故事告诉你肠子裂了。不过吃了饭马上运动确实不好，所以很无奈有时候。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今天食堂还有粽子。广巴有那个仪式感还是拉满的。像我没吃。童话故事还说不吃饱，他可能会晕倒。童话故事，那个写童话故事时代的时代就已经有公演了吗？现在这个格林童话、安徒生童话，那个年代就已经公演了吗？
鲁迅说我没说过。什么粽不知道，没吃肉吧，可能吧。广州一般吃肉粽还是吃甜粽，咸粽还是甜粽？我昨天倒是一直，哦不是昨天，反正哦是昨天，我在 B 站看到有很多 UP 主自己做粽子，有一个我看到里面加了5个咸蛋黄，真是个狠人。都吃。哦对，煎粽子，还有一个油炸粽子，真的是太狠了。26。好吧。糯米鸡要炸吗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热量炸弹，胆固醇炸弹，是应该这么说吗？最初的我的好水，嗯，还有珍贵。哦，我没吃过糯米鸡，我不知道。少吃点糯米。我的脑子就算不用，也不会拿给你涮火锅的，你做梦吧。等等等。我没有玩摩尔庄园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其实我还没有定好豪哥要唱什么。那肯定不止，起码9秒。慢慢选吧。老师说，老师说，可以声乐课的时候给我们抠细节了，不用背词儿的那种抠。本来说是给我，本来明天晚上给我安排的，然后我一看时间，8点上课，我7点剧场要跳公演。然后就跟老师说了一下，改到明天了，哦后天，后天晚上 A 班的跟 A 班同学们一起上课，真开心啊。真的很恐大课。每次上大课我都想逃避现实。之前也有和 A 班同学们一起上过课，但是我是旁听。不是社恐，不是因为社恐。因为一些别的原因，反正就好好唱喽。我昨天还尝试了一下我抽到的别人选的歌，就是别人出的歌，然后我抽到的那个歌，好高哦，但是也不是不能唱。可以趁这时间多练练。Flyer 很多人，什么颜色？就多了一个这个，没别的了。不是塑料碗，塑料杯子，一次性杯子。你为什么要？明天整个什么发型呢？也整个这个发型。我生日的时候也是这个发型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个舞太狂野了，反正就整个很丑。忘记什么原因了。就这个吧，因为上次跳这个舞的时候是没有偏分的，这次是偏分的，跳这个舞。希望明天也有今天这个发型的感觉。预告不能预告。我们从这个话题跳出来好吗？我真的不想。
有些公司机密还是别窥探了。我是一个敬业的好员工啊，反正到时候大家看就行了。摔得太嗨了，明天也会了。我的抖音也是摔头摔得很嗨。我这周除了声乐课和明天那个夏天来了，其他时间好像都没事了，太不太开心了。但是我觉得我想就是在房间巴巴，前几天恩穗排练没有排的几个舞，就只是在房间扒一下，估计会很快。他就特别不以为然，你知道吧？他特别不以为然，他觉得就是小事一桩，何必放在心上？然后反手给我甩了一张，那个就感觉好像是当场拍了一张，当场拍了一张有重复的图，我整个愣住，整个傻眼。OK， 准备下了。然后我昨天就是把那个发票给你们写了，现在还是有点虚度这段时间，没有浪费。明天见啊，端午安康，拜拜。